2000块，真有点少，能再涨点吗？如果客栈后面开始步入正轨了，我肯定给您涨工资。我呢，是环保局水质监测站的化验员。这些水要是喝进人体里头，时间长了，那是会中毒的。污水厂的老吴，你打电话干嘛呀？你别为了赚钱啥都干啊。没有，我这不是还是想顺道看看你，顺便给你带点生意。你能有今天的地位，不就是因为你帮你们律所拿到了我们集团的法务代理权吗？你把这件事办成了，我让我们集团继续跟你的律所续约，你还能继续舒舒服服地做你的何大律师。那条路你不是说收回货款就能修了吗？你看看外边，现在眼看就要雨季了，这山路下雨多危险呀！你完全可以跟他们说，这些都是田园生活的一部分呢。小妹，你别急，可能是系统问题呢。明天我肯定让他帮我好好查一查。系统里显示他早就拿过会计资格证了，不能重复发，当然就报不上名了。你自己看吧。你们胆子真是太大了呀！你们有王法吗？爸，我求求你了，无论如何你帮帮他吧，你帮帮妹妹好不好？这事儿可太大了，这事儿，只要这事儿你说出去，就把万善堂家逼到死路上去了。你想他要下了狠心跟咱家拼命，咱家能拼得过万家？没报上就是命，就认了吧啊！考上了，考上什么了？那十年前你不是没考上吗？我考上了呀，可是就是给我顶啊！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传媒的大学是顶着修玉的名字上的。其实当年考上大学的是王修玉。